别发呆了，吃个芝麻丸吧，喝个牛奶吧。不喝，我要喝果冻。家里没有果冻呀，但是家里有小鹿蓝蓝的这个膳食可惜果冻哟。小鹿蓝蓝终于上新了，小朋友都爱的可惜果冻，它可是拥有国家专利发酵技术的，三个口味都是纯正果汁发酵，而且原果汁含量在80%以上，没有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，还强化了多种维生素和营养，喝起来酸甜清爽又浓郁的水果味，小朋友都特别爱，尝鲜体验价真的很值，妈妈们快冲！